家，因为我这个礼拜要开硕士的学位研究会，大家看到这影片会想说，哎，我这次怎么都没有宣传，就放个海报之类，因为我怕我没有过，所以我就这次就低调举行这个研究会，现在还在备谱，今天是礼拜三，我礼拜五考，然后谱还没备完，现在还在水深火热，然后刚好等一下楼下有佛堂，我等一下去抱一下佛脚，看会不会，看一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，那我就继续努力备谱了。我考罗西尼的序曲，然后我现在在背的是海顿104号，然后我四个乐章全部都要背，然后真的有点背不太起来，可能年纪大了，所以还在努力，大家不要学我。而且我老师很凶，我教授很凶，所以等一下排练很紧张。今天是我第三次排练，虽然我这个影片上的时候我已经考完了，大家没办法跟我一起感受到我的紧张，然后大家也看不到我演出，但是希望就是借由影片可以记录一下平常在做的事情。对啊，我也有气质的时候。排完很累，我现在只希望赶快考完，然后顺利通过，其他就不想再想了，加油。我希望那一天可以谱都背熟了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把音乐完成。因为有时候想太多，反而音乐好像会有一点拘谨。那我觉得排练的状况跟演出的状况有点不一样。我演出的时候，我应该就不会想那么多吧，就是什么指就怎么指这样子。希望礼拜五国少可以顺利通过，拜拜，晚安。
之前吃香蕉有用，但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来看我音乐会。虽然近期我是不会再办音乐会了，还好顺利过了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，然后追踪订阅、按赞，拜拜。哇，我现在硕三上，应该三下看看可不可以毕业，如果不行就四上嘛，然后四下也了解，如果没有就毕不了业，所以还要努力。